好，我知道了，弟弟的冰淇淋融化了，所以整个脚都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擦了，我在擦了，我在擦了。阿爸帮你擦干。好，弟弟，你快吃了，你快点吃，你用那个汤匙吃，然后冰淇淋的那个这个饼干，你可以晚一点再吃，就不怕融化了哈。这个好像蝴蝶圈。哦，姐姐，好酷哦。姐姐，很像那个竹节村呢。很像什么？很像一零大楼吗？竹节村。竹节村。是吗？好，这样子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就不用怕融化了，它融化没关系，可以当饮料喝。哇，弟弟，你还要不要擦？还是你这样子就可以了？有没有觉得黏黏的身上？哎，爸爸，这个可以当粘土来玩。哎，别，你要玩哦？你要盖什么？你要盖什么？我要把101大楼上面那个角膜。是哦。哦，好，你要盖就盖啊。哦哟，弟弟。弟弟，你都不认真吃，你的都变牛奶了。啊！快说拆别的这个。啊。拆了一半了。嗯，一楼的那个。吃的很开心的样子，不错。